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睇緊嘅係豐澤產品 GPS， 我係導航員銅鑼灣嘅 AC。咁今日咧同大家導航喺呢部 Sony 嘅 Sephy E10 連16-50鏡頭套裝。Sephy E10 專為追求藝術風格嘅影片而設，可以照顧到影片製作嘅需要。佢配備 APS-C sensor 啦，有2420万像素。而且仲可以更換鏡頭添，而且 Sephy E10 嘅重量只有364克，但出街用都非常之輕便。佢電量持久，可以連續拍攝長達125分鐘嘅影片，又或者係影到440張相。依家就等我教大家點用啦。首先喺呢個位開機，而呢個掣咧就係切換背景係模糊啊定係清楚。而呢部相機咧亦都會支援產品展示功能。咁呢個就係拍片掣啦，喺呢一度咧，你可以切換到影相、拍片，又或者係慢動作拍攝嘅。如果你知鏡頭支援電動變焦的話咧，喺呢度咧亦都可以進行變焦嘅。而喺 menu 入邊咧，你仲可以變更到自動對焦嘅變換速度。今集豐澤產品 GPS 咧就嚟到呢度啦。今日為大家介紹咗喺個 Sony 嘅 Sephy E10 連16-50鏡頭套裝。有興趣知道啲嘅朋友咧，可以上翻豐澤網店，同埋記得 download 翻豐澤手機 app。當然啦，都可以去門市揾同事了解多啲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